就取消了位于这个中间的这个斜井，等于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节约了将近40亩的林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对这个施工废水的排放还有垃圾的这个收集，这个采用了严格的管控措施。第三一个的话，对我们这个沿线占用的这个气渣厂这一块及时的进行了复垦和绿化工作，最大的限度的减少了这个对这个当地环境的影响。